主料，西兰花200克，辅料，香油、盐、醋、生抽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。西兰花洗净后用盐水泡一会儿，取出，锅中放水，水开后加入适量食盐，放入西兰花焯一下，取出盛盘，沾上碗汁食用。烹饪技巧，西兰花洗净后的盐水泡一会儿，用开水焯一下取出，沾上香油食醋生抽掉好的碗汁食用即可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